这样子可以注意说，千万讲我，也不妨再说一遍。佛法无边，说无边呢，可以有个名词，就是有个数字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那么就很多的了。八万四千法门呢，皆是一种一个样子。 什么一个样子呢？千变万化也不错，修行啊，总得要断慧，这可以注意说，没有不断慧是成功的。这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统领。这一个别怎么讲呢？别就是有个。 有个普通的，还有个对别的，对别的，在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以外，一个是对别的，对别的是什么法门呢？就是这个净土法门，是这一个，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以外，这个对别的，对别的是无一而不对别。 所以是学佛的人呢，要是不修净土，修其他的法门，对于净土啊，皆不能谈。他一切都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么呢，唯有这个给诸位说过，这个对。 对别法门呢，反而有对别法门的好处。普通法门呢，有普通法门的不好处。对别法门好处在哪里？对别法门代表吧，三根普被，上等根器的人也能修，中等的也能修，一个是不认识的人没学的也能修。 这就更对别了。普通法门可不行，普通法门无论怎么样的懂得佛理，这才能也懂得什么叫慧，这才断慧，那就难了。就把这个说出来，那么说出来了，这一个对别法门呢，两句话。 包括起来是里头必要的条件，离开这两句不行，离开一个字都不行。什么呢？头一句是待业往生，人都不信这套。什么叫待业往生？第二句呢？成愿再来。你在那里讲讲，不能讲。 一个待业往生，上一次光讲那一句还没讲完，怎么还能讲第二句呢？先把第一句讲明白了，再说第二句。这个还得再给诸位讲。
晓得，大家特别的这一回讲了讲过去，我们就写的讲经了，就不能再这么讲了，照下生命过的不这么去讲了，在现在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就是为听。为什么这个样子呢？这个法门即是难懂，必须要字字是讲明白。这个讲经的人呢，并不是有这种学问，是按着那个经文呢，字字讲出来。里头的真理，讲经的人不懂的。那么讲经的人不懂的就讲嘛，比如说这个讲经的人是个凡夫，就是到了大菩萨。大菩萨什么呢？底前底后，底前的菩萨也是菩萨，底上的菩萨也是，那是大菩萨了。连底上的菩萨也不懂，给诸位说明白吧。不懂怎么办呢？弄一宿不能懂，是更小人不信，不懂的。说什么不懂的还好办，就怕一知半解，那就没有不糟糕的，那就讲错了。为是讲化缘经，讲到这个一杯真露以后，结行向维系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这才字字讲，这才能大家能一听。那么你从前怎么不这样呢？为了这是这个机缘到了，说是现在啊，就是我们讲的不是文字，就注意说，虽然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这个再三的说，是叫大家正道，我们谈的道，诸位啊。你要证了道啊，就算这人家没在背来了，没证道你在这里学上200年一点用处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还在这个轮回里头转悠，你学着佛干什么用啊？透出透摸等于不学。把这个说吧，你是今天得了道，说的话呀，必得为什么佛法在中国上全球上并不发生到中国，发生到印度，唯独到了中国这个佛法才发扬光大，而印度反而消灭了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大家能答复上来了吗？怕的是啊，答复不上来。什么呢？这个佛法的重要点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你得懂得世间法，才能以修出世间法。世间法，空生人这一套，大家就光念空生人的文字，空生人的道在哪里？大家知道的甚少甚少。给诸位说了，可怜死了。那么呢，说是咱这个太宗道场啊，连说你讲论语，说你讲佛学，他俩一配合就成了功了。大家可要听这句话，大家不得到啊，你们诸位哪一位我看着啊，今天起你没认为哪一个人也不能再活100年，我敢抱歉，没有活100年的这个100年，36000天
跟前头要分那个人烈似的，很快就完了。完了怎么了呢？完了就上了下山道里去了。再回来好不容易回来要为别人再念了孔子书，现在就不念孔子书了，再念佛学更谈不上，那就没机会了。机会就在今天。好了，翻译人在这话开始，这是谁到？要上要好。这个花销带完了，那么这个带愿往生这四个字，看第二个心标，心标是解释。这个本人讲的这话，怕大家听了记不住，你背起很麻烦，所以是第二个表示，完全是解释这些话，也难懂。为什么呢？净土法门原是难信之法，当然是难，那什么？那么教人明白就得讲讲，那么讲的什么呢？带愿往生这四个字，大家看看，带愿往生四个字才讲了个叶字，上一次这一个叶字还没讲完，就到了终点了。那么这个叶讲多少天呢？我给诸位说，咱今天把这个叶子交代完了，要再讲多少天呢？这个叶。你要按照佛教上讲，像这个一百年也讲不完，给诸位说吧，什么叫代业，什么叫什么，那没法讲了。不讲呢也能成功，越讲讲不明白，越讲越糊涂，大家听明白。可是今天咱就是见着那重要的介绍就注意。这个讲经的说错数字了，这个叶子讲了两次了，头一次是那个叶子啊，怎么个讲法？讲了一次，上一个星期是第二次，讲这个叶有这个七个时候，三级，跟诸位说，没讲完，大家不要忘这个三级，三级什么呢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分了三个时候，分了三个时候，下次是什么呢？兄弟，我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大家都看见了哈。那么这三个时候，过去叫做回，现在呢叫做也，将来呢将来就叫做苦。这个也给大家上一个星期讲过了，讲过了，这个意思还得再说说，好明白教大家。什么呢？万事不离因果，这个因果好难讲。你比如这个三级，这个大家听着啊，这都是佛说了，回也苦。三条的事情，大家讲三条的事情的时候啊，这就是糊里糊涂，讲的不明白。什么不明白呢？回也苦，回跟也是因果之上的因，苦呢后来的结果，因果
严国说出来了，汉不完全，越分越细。什么呢？那个银分两种银，什么两种银呢？有圆银，有金银。什么一样呢？气会上你这个精神，这个表上有气会是圆银，什么时候气的会啊？不一定。造业呢，造业是现在，是金银，这都是两个银呢。这两个银呢，要在佛学上有个名词，叫人比方名词，叫种子。佛学里头都懂这种子，种子说种子怎么讲呢？并不是真有个种子，是比方，这个银比方个种子。种子干什么呢？不论什么种子下了地上，下了种了，下了种才能有长枝长叶结果。这个对不对啊？叫种子，好名的。这个种子就不是一个了，原因不晓得多少。自打沉淀起来以来到了现在，死死生生多少次都写一个念头，起一个念头一个种子，起一个念头不是一个种子，起一个念头背是个种子，背是个生死，一直到现在有多少种子。那么这近处呢，近处在现在的近处，现在大家还是汉朝人了吧？汉七年多吧？人人还是七年头，七年头就是造因，一个年头一个生死，若干本是个生死种子。前边的那一些不算，现在还造。造一些这个，你看这个表上原有旧业、新养。旧业是过去造的，新养是现在造的。现在大家都在这里还能造，都造，也不要认为是他们没学过佛啊，他们难怪啊，他不懂的。学佛的也是既有旧业，是有造新养。怎么说呢？学佛而学的多半是学的表面。什么学表面呢？把这个经啊，什么名词什么名词我会讲，你要不真会讲，假会讲，在那里造谣言一套啊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是这个混乱人心，混乱人心就是造业，一动就是造业。这个样子就是新阳新业旧业全都有，既全都有，后头那个苦也有个时间性。什么时间性呢？这和种子下凡啊，我跟你诸位说，你下个瓜种，一半个月就长出来了，就可以吃饱。你要种个梨子、桃子，当年种还能一吃吧？时间长，不一样啊，那叫一树果啊，得有一段。这就是因果两个字。大家就说痛快话，咱也不说诸位，说诸位呢得罪人，谁也不愿意听。我说我自己给大家咱差不多，你自己怎么样呢？我自己啊，古人有话，学了佛，虽言小九业，
随着这个爷爷呢把这个酒宴消了，更不找咸阳，但是找咸阳地。这个祖师说的话很好，现在我上岁月也没小酒宴，我的酒宴都存在这个，反而找咸阳，我坚强找咸阳，这倒霉了。后来呢，后来那就不用说，大家看不见，谁找也谁找累。像我从小周围，谁也看不见，你自己屁股印水冷暖自知，你自己找着，自作自受自遭殃，别人管不了，亲父母也管不了，亲儿女孝子孝孙也管不了，自作自受。今天就是叫诸位得了道啊，谁也不求，自己解脱，这是那重要点。再一个，这不是这个下头四行啊，就是讲了这个酒宴咸阳的，咱接着讲下去。六转不断，这个下场种子有了因的结果，果里头啊又有因，果里头又有因啊。这个诸位说了佛学，佛学是什么样的学问都包在里头，学科学在中的。你譬如给诸位说吧，你今天你拿着一个套害，知道吧，你种到这个地里头，这个种子啊，这种的人呢，种的人长出来结套啊，结果结了果完了没完呢？你们注意说，那个套里头还有那个套害吗？那个套害就是种子，你没种过套，可种过瓜，那瓜种子很小，种上一个颗，长出来全是瓜，瓜里头还有多少种子？这个懂的不懂的？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绵连不断，可怕吧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说的事实，就是啊，你下上那个种子，你就得后来的结果。结了果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结果里头就造了因，又种上了，永远不断的。说一下，生生死死到现在。不光到现在，永远下去。所以是啊，六转不断，这怎么办呢？再问这句话了。可是啊，为什么他这个样子？这个问了，为什么下种子什么的再套这样子呢？他不下种子不行吗？行，很好的，不下种子。那么他翻一个课再讲，看个第三行啊，这些种子这些叶灰叶在哪里来的？幻化万象，幻化，把这个幻化给诸位讲讲。幻啊，就跟这个万墨树的变戏法的一样，皆是假的，造出来的。这个大家也见过万墨树的，哪有真的？
叫障眼法。再不懂这的话，说一个现在的比喻，现在大家眼前呢什么没有吧，啊，很干净啊，空空洞洞的啊，是啊，空空洞洞的，原来是真空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可以眼前呢叫你花花五花八门都叫你看见，那怎么能看见？你要不信，你大家只要听我的话，叫你当时就看见。啊，你有神通啊？我没神通，鬼通我也没有。你不信，我叫你看看。你啊，个人拿着这个拳头，照拳头太重了啊！我说，现在受伤，照着你这个两个眼上啊，用上力的，啪啪，推上两三掌。你睁开眼，你把眼睁开，把看，你看眼拳头。眼前看怎么干净了吧，红的绿的什么都有，都出来了。你要不信啊，当场试验啊，你那眼长了毛病，我可不负责任，我是光讲这个理给你大家听，你大家试一试。没有的事就是你在你乱七八糟是一热了就出乱象，你试试吧。那么这是说的什么呢？眼比方你的心，心呢，你要是一心不乱，什么也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心呢一乱，就出这些个千奇百怪，都是你心里变的。为实学，整个的就是为实学，万法为实，这一些东西都是你这个。这个肾湿在这里希望分裂造的，把这倒说出来啊，你不信当时试验啊，你眼花了跟心乱了是一个道理。为释迦叫个万法为师，禅宗呢叫个万法为心，这是一个理。你要不学佛便吧，学了佛你连禅宗的话你不信，唯识宗的也不信，一心一相这两大学问你都不信，什么学的什么佛，那就谈不上了。所以说后来生灭不已，你这个心乱为实在的，你希望分别他就啊生出来了，生出现象来了。金刚经还说过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凡有现象皆是假的，这不经上都有吗？并不是人嘴里说的。所以说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永远在这个六就变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也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也是因为心所变。你不叫他有心一静了，他就懂了，就这么句话。这个经上有，看的少，要不会讲那就没法说了。说什么呢？都是自己造的呢，没有这个梦里，这是比方话，不是做梦，就是人的迷了，不懂得这个佛理，就算是做梦了。人生一场大梦嘛，人生如梦嘛，梦里命命有六趣，你在这个不觉悟的时候啊，命命的六道轮回都在那里摆着。你自己造的，觉后一下子觉悟了，空空无大千，空一觉悟了，什么没有了，空空的，
空空如也。三千大千世界皆没有，你听明白了吧？这一些世间这一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三千大千世界也是没有的，也是人心造的。这可不是我说，你们回去查经去。人家哪一个说那个小夜往生的都查了经了，他不认字，又不会讲，一个字若干音，若干讲法，最浅的，凡是上过学的学生都懂这个六书通，一个字就有六种变化，哪就一个字到一个音的，一种什么的，他说他连字还不认得了。这个学校也都懂的，就是现在就是六书，说到这样跟各位说，修经图都是说出一句话来，听着很简单，简单就很难讲，可离了这一句就不行。经途中重要的是三种经，三种经三种办法，问题也是三种，也都不一样。最难懂的一种是什么呢？阿弥陀经。那么这个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，这不也都很难讲吗？不难讲，比起阿弥陀经来不难讲。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中国无量寿一说都懂的，这个阿弥陀怎么讲？你倒是，咱也不说别的，光说这个名字吧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单单的起这么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什么？这个名字是秘密不凡，里头最要紧的一句话，凡是修过净土宗的没有不念阿弥陀经的什么呢？一心不乱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，不必这么看那么看来太麻烦了，只要一心不乱就能往生，临命终就得往生，这句大家都知道了，连这一句都不知道那就完了，离开经了。经和要紧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不很好讲吗？很难讲，为了这个一心不乱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我念多少年了还没念到一心不乱了，你要念到一心不乱了，那可了不得了，念到一心不乱了，断了慧就一心不乱，所以一个一心不乱有事一心有利一心，那些那里头那些分别做了，那么这什么分别呢？是很简单的给诸位说说，详细讲我也讲不了，讲不了这是什么也讲不完，你譬如无量寿经这都不得了了，观无量寿经永远观，观成了明显的都在眼前，以前呢也在眼前，睁开眼也在眼前，那个是力量很大了，力量很大很好，不是人人能有做得到的。到了后来你看看那个九品往生以后，十三以后，什么摩罗门的功夫，无量寿佛改成念阿弥陀佛，一本经两种办法，大家就信了吗？这个
那得给这个懂佛理的的人研究，不懂佛理的就不能参。这得这三种经都熟，这才能解释这个理。给诸位说吧。那么我可以说，各种我都学过。我原来我的老师都是有名的老师，就是我这么一个坏孩子，糊里糊涂，什么也不成功，什么不自当十几岁一直到这没断开，不能说是做了吗，也有85年的功夫了。我现在95，也有85年的功夫。这个一心不乱呢，才模模糊糊的会说个一句半句的，那不整个说不清吗？我够不上，地上菩萨都不够不上说，我怎么能够上说？所以大家明白这个，无论如何要恭敬，要谦恭，是很要紧的。这一个无知才妄作，一点知识没有，他才敢妄作非为。我就把这个简单的一心不乱给大家讲讲，大家听着，这个注意吧。诸位可特别注意，为什么呢？诸位这个修行的不合法，为什么呢？看的经济少，又听了这么些邪说横行，那就扰乱的不成样子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把这个学净土宗的也有利益，不学净土宗的也有利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种普通的办法，断慧。这个给诸位说，人人都信。可是啊，这个净土宗啊，不断慧，现在不断慧，后来还是得断慧。另外一个办法，那这边处，我就讲这个一心不乱呀。那个表上啊，大家没有写不生气写了，大家留心听着，我说它浅一点，才大家好懂。这个大家可把这句记住哈，我们没念过阿弥陀经的就不能治了。阿弥陀经上没说别的，就是说你一心不乱就往生，没要说断慧就往生，没要说消业就往生，都没讲这个。那么他以后没有啊？你查一下这个《黄斋本》里头，只说到一个一心不乱了。那么什么叫一心不乱呢？诸位听着，你这一心不乱了就行。这个一心不乱呢，上一次讲这个神空有三业，又假又真，那个表上有又假又真，大家要是记不住这样的事吧，有事有劝，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子，劝是一种方便法，一个真实的，一个方便的。这一个一心呢，也有真一心，也有假一心，大家听明白哈？有真一心，假一心，有真一心，有假一心，那弥陀经哈。没要说真一心就往生，也没要说假一心就往生，都没说出来，在经文里头可找出来了。怎么的？念到一心不乱了，
命令荣氏行一电刀，佛来的跟前行一电刀就完了，那就不中用了、啊、这个大家每个地方都有啊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作为清凉心田，我在这也是讲经，学不买钱，咱先说明白，要是把这个经拿出去买钱去，这个罪也可就大了，盗法买法，这就太，这个罪就太大了。你是得一心下一心就行，你说出真一心的下一心来了。真一心呢，断了慧，自责而然就一心，而且迷惑颠倒魔了，心里干净了，那还什么二心三心呢？这个不可不很好懂吗？下一心呢，下一心叫复悔。我这个常给大家说，什么叫复悔呢？大家听着啊，这就记住，在一个心乱是什么？起念头就叫乱，大家可记住这一句，这个记住，起了念头了，原来真如本性是不动啊，如不动啊，一起，这个在华严经上有兴起，这个有法华经上是兴举兴起，这个得讲学理了，这难懂处，这个一起念头。这就是动了，这就是造业了。念头不起是对的，念头不起怎么样呢？这个才上来学，就是不起念头，好难呢。古人呢有一个方便法，不怕，大家听着哈，不怕念起。不怕你起念头，就怕觉迟，就怕你觉悟的太慢。这一句啊，普通法门很适用，净土宗也适用，并不反对这个法子。这个法怎么讲呢？我跟你说，不起念头，不起念头很好，不起念头。忽然间禅家，你周围没小禅也有啊，什么念头没有，忽然间这个念头一起动了，起了念头，这一头乱了不要紧，就怕你不觉悟，有觉悟他起念头也不怕，那什么不怕呢？他一起了念头啊，你就禅禅的，你就观察这个念头，你全部的精神，他为什么懂，他怎么起来的，他上哪里走，就会一个刑警队追贼一样跟他走。大家听明白，那么他上哪里去追着他走，怎么转到后面找不到了，摸了那就用不着再追了，就停下。这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名字啊，有个名字，一起念头啊，叫个起现行，那个种子啊，现在发动了，头先说的种子一发动了，它就往外长了，你要一觉悟了呢，它一动跟着它追着，那种子不动了，又伏下了。不起现行，大家听明白，不起现行啊，不起现行是知其悔不造业，这叫不起现行。起了念头了，
还没走远，就把他压住了，这叫破灰。这个大家想得这样，我稍微的听上两秒钟，大家悟一悟，这叫复回。好吧，你翻译了哈，请。要是不是起念头啊，不叫起想性，造业才叫起想性。起了念头就造业，那叫起想性。他这个才上来一觉悟，压住他，不叫他起想性，这叫复回。想性，这样啊，给诸位说，这个名字啊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断灰正果，普通法门，断了灰，正了果位。为什么呢？这复灰啊，正不了果位啊。复灰，第一步先说的复灰，复灰复的时候久了，不起想性，不起想性，由这个复灰再到断灰，大家听明白？先复灰，后断灰，先不起想性，后来啊，这个念头也不起了。念头不起了才叫断灰，这是断灰正果。这个理啊，多少得给大家说说。复灰譬如啊，这一盆水啊，一拿而来啊，它里头不干净，怎么办呢？撒谎被犯，这个大家都懂的，浇一浇，待半天，这个水就清了，那些杂质啊，都上了下水去了，那叫复灰。复灰也放了光明了，这个懂得吧？水放了光明，可是加干净，怎么加干净呢？那杂质都在底下了。那么时间久了，万法都变化，时间久了它也化变化了，下层那些那些土壤的不干的东西啊，也都变了，变了就是断了种子了，那叫断灰，那得时间问题啊，它也得先复灰后断灰，先明白这一步，复灰正断灰正果。净土宗呢，不叫断灰正果，不叫这个，叫什么呢？叫待业往生。你这不明白了吗？待业，业是起现性，起现性，它不一心吗？不一心也是这样子的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，觉迟就是复灰啊。净土宗只要复灰就行，怎么复灰法呢？大家听着，净土宗呢照例的叫净念相继，三经解释的一个办法。弥陀经现在七天不断，有年一个月不断的，叫佛力，佛力三昧，声音不断的，声音不断什么？不断念头。你怕不起，怕你不起念头，你尽管起，这个念头别断。什么念头呢？念佛。念佛也是念头啊，念佛也是念头，这不也是念吗？这个念可对别了，放种子，这是对别处，
经验上级，这一个经验上级三经都是一个讲法，这一个提倡往生逍遥往生的，他住在那本子上还做了一首诗，那就头一句是不同不同又不同，我的战也不能给再讲，头一句是啊，从前不给念阿弥陀，这一句话就糟了，不同的说从这不给念阿弥陀了，为什么呢？弥陀啊总是念他，倒过来了，弥陀念他，他不念弥陀，是一例是二例呢？这一句有多么不同，光看这一句吧，所以说我说他不认字。你们诸位啊就学着复回，以辅助回那些杂志还都有，看都有怎么样呢？临命终时的功夫啊，只要干干净净，就往生，就不颠倒，他不去那个辅助回了，不去现行了，就往生。往生以后怎么着呢？往生以后上莲袍你去，到那你去转回，大家想想吧。为什么的？到那年有几天就开花的，有一个月，有多少年，还有一大份期节，都不一样呢。到六岁干什么去？在六岁转回去，为什么转回呢？外头心本不生，因境有，在外头心越来不动，外头的流程来勾引你，一勾引就动了心了，到这个莲袍里头没来勾引你的，他不去现行。这得念得多才能有讲得上来啊，一知半解就敢改佛经，这怎么讲啊？好吧，这个说到这呢，因为中间差不多了，还有要紧的就话，你赶紧翻译吧，我再讲了翻译不出来了，下一次了再说。前七年组啊，你看这对联了，下还有什么话没说呢？没说就多了，还有要紧的话没说。你怎么知道念起？怎么知道觉迟？怎么知道念？怎么知道觉？为什么知道的？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个下一次给诸位说。下次表仍然请诸位都带来啊。照远不息